有人说，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，我们都是那个过河的人。河的左岸是放弃，右岸是坚持。每个人都乘坐着自己的船，在左岸与右岸之间穿梭，才知道，放弃该放弃的，坚持该坚持的。在我这条即将干涸的生命之河中，我又该放弃些什么，坚持些什么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出国的事儿啊已经定下来了，那边学校给了全奖，让咱们这几天啊就过去呢。我想了一下，咱们到那边可以直接读完硕士，然后再读个博士，等毕了业以后咱俩就一起回国当海归。鹏鹏，你有想过没有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不想出国了。那你想干嘛呀？我们分手吧。阮冠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的理想啊，我没什么远大的理想，不求最好，只求安逸。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青春不朽。我也是，我可不想被求婚。都不知道，七里香啊，一直给我们学校捐款好几年了，听说是个神秘人物呢。对对对，我们都调查他好长时间了，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哎，甜甜，我哥让你去他那儿实习。哦，你哥怎么对他这么好啊？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呗？我哥那儿又不用导演。我下周一过去。好。甜甜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上自习。
好，你好。嗯，好的。可是王总他现在出去了，不然这样，您留个电话。好，您说，您说。13501295475。好的，好的，王总回来我就让他给您回电话。好，好，再见。下午开会都有谁去？老总和几个股东都来。嗯，行，那你先帮我把文件填一下。行。那我先走了啊，先拜拜，拜拜。甜甜还不吃饭去？哦，我忙完手头的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，你继续，拜拜。还没吃饭呢吧？一直没顾上呢。赶紧吃吧，我给你买了最喜欢吃的麻辣烫。我还是一会儿去。快点吧，宽粉都苦了。那这样，我把钱给你。哎，别别别，赶紧吃吧。甜甜，会议提前到一点了，会议室布置好了没？哦，我现在过去。你吃完了再走吧。没事，我回来再吃。我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啊，你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吧。啊，行。嗯，好，那再见。嗯，拜拜。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？甜甜呢？甜甜今天有事儿，先下班了。我可跟你说，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，你的机会到了。哦。哎，你怎么没反应啊？你为她做那么多事儿，你不就是喜欢她吗？你可别跟我们学校那什么七里香一样，给别人捐了那么多款都没有人知道。啊，怎么了哥？走走走，吃火锅去。吃个屁火锅，麻辣烫吧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日复一日地运转着，为信仰而忙碌，为梦想而奋斗，为生活而抉择。而我的轨道已偏离了原先的方向。甜甜是吗？啊，对，你的骨髓配型已经找到了，我建议你呢最好做一下入院治疗，手术成功的机会还是蛮大的。那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大概30万左右，要看术后的恢复情况。这么多钱？是这样的，骨髓配型的机会是很少的，我建议呢回去跟家人好好商量一下，再想想办法。我再考虑一下。嗯，好。这样，你先去缴一下费，再去验一个血。嗯，谢谢医生。
30万，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数字。我想，不管我如何努力，他都不会和我有任何交集吧。想想妈妈操劳的身影，我不想再给任何人添任何麻烦，所以我能选择的就只有放弃我短暂而又有限的生命。109天，我就要毕业了，我就可以完成我的学业，给我自己和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一个交代。甜甜，陈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送手机。手机啊，公司捐给你们学校贫困学生的。哦，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公司因为你表现得优秀，所以决定等你毕业就把你录取了，而且给你落北京户口，以后啊你就是一个北京人了。怎么不高兴？不是，只是我已经决定回家去当老师了。回万泉？你不是一直挺努力的想离开那儿吗？而且北京更能体现你的价值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不是已经给他们捐过钱了吗？用七里香那个名字，干嘛一定要非得回去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小心看到过你的汇款单。你就知道了呀？那这样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学校多美啊！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吗？因为这里对于曾经的我来说，就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。我就是万泉一个普通的农村丫头，是这里的老师和同学资助我上了大学，圆了我的梦。我之所以去公司兼职，去给孩子们捐款，其实就是为了去帮助像我一样的孩子们。还有3个月，我就要毕业了。我还有好多好多的梦，但是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前一阵儿回了一趟我的小学，我看到了孩子们，就仿佛看到了当初的我。他们眼中对知识的渴望，对希望的期待，和当初的我那么像。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想，那是一种选择，选择该放弃的，选择该坚持的。所以，我选择回去，让他们把我的梦想延续下去。
甜甜，王总让您把明天的会议资料给他送过去。啊，好。甜甜，甜甜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！甜甜晕倒了。甜甜，你怎么了？甜甜，甜甜，快醒醒！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快打120。甜甜，醒醒！甜甜。啊，我是。那他这个情况再不……不，我不是。你到底是不是啊？我是他同事。那他家人呢？没钱治也得想办法呀。不，叶大夫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这个究竟是什么病？白血病，你不知道吗？甜甜，怎么样？你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这是我的卡，你拿着，你别担心钱，安心治病，听话。你看我把柚子都给你带来了，要我包给你吃吗？不用。甜甜，我把我最爱吃的零食都给你带了，你看有薯片，还有虾饼。那要不我留一袋，剩下都给你。本来我想把这个善良而又美丽女孩的秘密放在心里，直到今天我知道她得了绝症，她没有奢求自己的生命得到延续，却仍然努力认真面对每一天，做一朵不起眼的七里香。但她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，我决定把她的故事告诉大家。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，它会流泪。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。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。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请照亮我前行。
祈祷。